左下腿，很低的地方啊，那个很下的地方，像拉筋的痛啊，感觉是一个雕塑啊，雕塑上面头顶上压了一个东西啊，那个是那叫复活节岛上的那一个雕塑啊，复活节岛上的雕塑啊，复活节岛上的那个雕塑啊。复活节岛上，雕塑，头上戴了个东西，静静的站在那个，静静的站在那个泥里边啊，复活节岛上那个雕塑静静的站在泥里边啊，很安静的站在泥里边啊，等待着，有人来救他们，是吧？因为他们也是陷在这个，这个岛上面就出不来啊，陷在这个岛上面出不来，这个时候，然后，浩浩荡荡的天上的天庭里的人下来了，天庭里的人呢，把天庭降得很低的时候，那个复活节岛上那个雕像那个人物啊，迫切的喊着，喊着招的时候，迫切的喊着，迫切的喊着，希望有人能够，同他们说说话啊，能够联系得上他们原来的那个，原来的东家，就是火星人呢，因为他们感觉到在地球上历尽了苦难，又是挨了好多的核物质，又是看着他们来打仗，所以他就，那个就说，他很想，请求那个天庭上的帮忙啊，告诉他们，原来星球上的啊，告诉他们在地球上这么多年，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。一个固定的提心吊胆，一个怕他们什么时候打仗时把他们打着了啊，另外一个怕什么时候把他给他们分解了解体了啊，不是打仗的时候把他们解体了，所以他们一直活得很紧张啊，活得很紧张，活在地球，要来改造啊，改造的时候希望把他们优先考虑进行改造啊，给他们有更多的正能量的人同他们接触啊。不是总是听到人家要征服其他宇宙啊，又怕其他宇宙的不高兴来打过来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好，那我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